大家好，我叫肖恩，来自台东县桃园国小。世界杯哨棒倒数八天，请大家为我们加油。没有错啦，倒数八天，2023 U12 世界杯哨棒锦标赛就要在台南盛大登场。本届中华队的18人名单也在日前正式出炉，包括刚刚为大家倒数的邱雅恩在内，本次代表队一共选了7名投手，而场上指挥官的捕手角色则是由王宇翔跟罗宇燕轮流担当。内野部分选进5名球员，包括中信兄弟一军首席教练陈江河之子陈宏凯也确评中选。外野手一共有4人，由今年华南金控杯哨棒赛的 MVP 来自花莲县的高胜凯领衔，个个都是一时之选，要全力将冠军金杯留在台湾。同时，本届 U12 的赛程也在日前公布，中华队在预赛被分在 A 组，28号开幕战将跟澳洲过招，接着依序对上日本、墨西哥、德国以及委内瑞拉。本届预赛为组内单循环赛，每队各进行5场比赛，取分组前3名晋级复赛，并将3队间的对战成绩一并带入复赛计算。至于 U12 小将们目前的备战状况，还有到时候要遇上的对手战力又是如何，大家就继续期待我们未来的追踪报道，一起帮中华队加油。 YT 台综合报道。